狗与猫，甚至是其他的动物，都有权利享受自由生活的快乐，不该被人类任意对待、杀害。当有一天，人们能把对宠物的爱扩及到更多不同的生命，将大大影响世界的运行以及挽救即将崩坏的自然环境。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，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，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。生命电视陪您走过生命中的每一天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发心求忏悔，要先发七种心。那七种心嘛，前一讲的三种，就是第一忏悔，第二恐怖，第三厌离。前一就讲到第三厌离，忏悔才第二是三厌。第二是三业，第三业里个本事就多第二是三业的最后第二行啊，生死既有一次种种恶法，甚可犯厌，也就是第三业里个忏悔。先说明讲话，你三界六道轮回生死是非常痛苦的事情，应当要犯厌离心。厌杀也个三界六道的苦海，厌离也个烦恼，好好进修啊，求生求出世间的成功，所以要先犯这个厌离心。第三，刚才就继续讲下一样，又讲第四，犯菩提心。像大家可能参问。就是第二是三业的最后一行，第四发菩提心者，今年当乐复生，复生者即发生也，从无量功德智慧生，从六波罗蜜生。从慈悲喜舍生，从三十七处菩提法生，从一时等种种功德生以来生。要求忏悔先发起众心，第三发对那个世间发厌离心，第四对于佛果要发寻慕心。所以讲，其实就要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很简单讲，详细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讲的“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”，也是详细。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简单讲是成菩提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的果位。凡圣中国法都是无上正等正果，出世间四圣人统统都已经觉悟，以前这个觉悟都正确，无偏向，所以称为正果。但是三分缘觉的正果啊，不究竟，只能四个，还没一个它，所以只可以成正果，不能成正等。
菩萨牙兔人牙吃兔吃兔兔糖，他功德还蛮有圆满，所以菩萨可以成为真等真高，以平等心吃兔兔糖可以成为真等真高。他即使有上师，上面还有佛果，纵然是等觉菩萨，上面也含有佛果，也还不及与佛果。所以因此是故对菩萨只能称真等真高，不能称无上，所以称为有上师。那只有究竟神佛才可以称为无上真等真高。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真等真高，就是覆盖果位的准成，神就覆果才成为无上真等真高。印度法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天上两位讲发菩提心，就是发求神佛的心，发希望将来神佛的心，该当我们的发菩提心。发求神佛的心有两种的态心嘛，忏悔的功德将来就圆满，将来就彻底消除心中的罪孽，一切烦恼种子，所以提起就要发菩提心。但是做那个东西要发菩提心呢，原本讲要发菩提心，下面就说明了个道理，所以讲提起发菩提心者，今年当乐佛时，今就是胎生高点，佛所说的胎生经中处处讲，我们一部经讲的，无论是法法法念涅槃灵切灵念金刚明等，所有的胎生经都牵头众生讲一法，对于佛的果位啊，神欢喜心，神顺目心，求神求心，所以不是当乐佛神。第二家是通乐，表示欢喜的意思，羡慕欢喜求神求，有点啊那个阴影，所以讲乐当乐佛神，就是讲应当对佛果上该啊发生波神应发生的三生功德，而神是欢喜心顺目心求神求的心，所以称为当乐佛神。当应当对于佛的果位佛的法身报身等的功德，应当的发欢喜心求神求求真体，所以就是当乐佛神，就是简单讲求神佛，希望来的太感念念了，将来都神求老佛冲向安里的属神的神像长相，就是应神佛也有三生意向还是中破，所以佛神智慧究竟美妙庄严，应当发心对佛神生欢喜心生顺慕心生求正心，所以不是当乐佛神。下面就是说明这个佛给庄严的三生啊，对那边来用完全这样就成就，所以叫他一路讲佛神家即法身呀。现在你们所讲的佛神是指哪一种神呢？因为平常讲佛有三神，法神、报神、应法神，有点三神。现在要法神讲啊，因为清真佛的究竟法神，那报神、应法神不提究，只有求真法神啊，所以每天就能有神求那个报神应神的功德。因此天才两位讲佛神就是指神求佛果的究竟请将法神，希望能够争到究竟请将的法神，这佛神不明白就会法神的事。那这个法神要不然会神求呢？要不然能够争到佛的法神呢？他们说出个修行的方法了，从无量功德智慧生，而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无量无边的智慧，才能够成就生长成就这个佛的法身。功德也包含佛念，智慧
就是把罪治病。第二一句就是统治要富贵重修，祈求功德，该就是有福救；祈求智慧，该就是慧救；必天教圆满祈求福德智慧，所谓福慧力量，为是两教尊。有福德有智慧，将人就成就不高。所以讲，福该发生呢、啊。从无量无边的功德、福德、无量无边的智慧，把这智慧由两位神长出来，也是总义。先总说明讲，我要神就不高，要修福修慧，福慧双修，福慧修到究竟圆满，就能成佛。他那修福修慧，怎样来修呢？下面就说明讲，从六波罗蜜神。要修福的智慧，怎样来修？修六福，六波罗蜜。波罗蜜就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多平安，啊，简单一点翻成土，所以称为六土。从众生的啊生死苦海的此岸，经过烦恼的肿瘤，团土烦恼，多他一翻个平安，若究竟成就果。很多多比难啊，要从初发心修行，一直到成佛的过程的中间讲，这就是成为土，从此安至彼岸，毕竟要经过那个肿瘤，所以成为土，究竟成就了，很多多比难，所以 Q 一也成为土无气啊，无气就是指彼岸。啊，拖到平安去的究竟无极的究竟圆满，这就是为止多平安。那你要成就佛就非就该量就尊该佛果，你要提起要修六土，六土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念药、精进、上品、八戒智慧，也就是六土。前五土比较注重在福德方面，提到八戒智慧土，这就是完全属于纯粹的八戒智慧，就是福德智慧。所以太子都论讲，五土一忙，八戒为托。前五土像人的全身，要杂交啊，和一松手啊，一松手一松脚，俩就像前五土。他俩的八戒土就像木柱，一个是磨木柱啊，就磨办法和那个寒风，树要磨办法拿那个法宝，所以必定要有木柱。而修前五土要有八戒智慧的两托，所以八戒智慧为托。那么修炼六土就是佛慧祈求，修前五土比较多数属于佛方面。第六把这图完全属于智慧，他那么有详细说明，才有佛在健康也有详细说到以前成功过。那么要成就佛慧力量的佛果，清净的法身而修六土，六土一念后面的参不能还有两位就是投出六土了，不必详细解释啊，提到这个名称一个不了解，后面上很有本事。又讲穷慈悲喜杀生，要神就不够，而修这个四种无量无边的太空的心，所以慈悲喜杀而到四无量心，四种的心量啊都无穷无尽，这是广态，成为四无量心啊。慈就是无言太子，无条件的要托众生不去究竟得到安乐，真的究竟圆满，无条件的慈悲，所以就是无量。比同体太比，看一切众生像是自己的身体重要，看到众生受苦就像佛的身体自己受苦重要，菩萨的身体自己受苦重要，所谓感同身受，有两种同体太比心，所以这个比心无穷无尽，众生无穷无尽，
佛菩萨的比心也无穷无尽，所有普尽一切众生，所以这个比心也是无量无边，才称为悲无量心。喜就是欢喜，佛菩萨看到众生得到安乐，看到众生离苦得乐，心欢喜，生欢喜心；看到众生得到好处，修善法，无论是修行正果，诸佛菩萨看到都生欢喜心，这就是喜。那么你好修行菩萨道，看到别人得到好处，修行进步啊，能够自利利他，该不要让你运动生欢喜心，也就是所谓随喜功德啊，莫心去妒忌。这个就是一个欢喜心，也是为一切众生的生欢喜心，也是无量无边。这些杀心也是无量无边，杀莫执着，对一切功德彻底究竟要布施本一切众生。所以佛以念一般的所成就的功德统统布施本一切众生，可是众生某个福德就没办法接受啊。那你只要努力进修，佛所成就的福德都能加给众生，使其都修行依法成就。所以学佛第一步也是要先学杀，布施就是杀个前方便，先修布施图就是学杀，而有杀心将很布施，肯定性就布施不做，乃至究竟不够一切皆杀啊。修行啊要注意那个杀事，也要学习那个杀事，就像双流台冲浪，一步一步一段一段上啊，右脚踏上去一段，左脚要上去一段的时间，那左脚上去一段呢，右脚要再上去三段，那你右脚要上去三段啊，右脚必定要下去踢一段，家庭容易踏等踢一段，难等踢一段不很下，你没办法上去三段。那右脚踏上去三段，左脚要上去四段呢，也重要，左脚必定要下去踢一段，踢一段的阶段你不上，没办法踏上去四段，小行就会按一步一步向前进步，杀啊杀后起前，杀后起前，一步一步往上进。比如说菩萨的地位，从初心慢慢修行，二心三心四心，一直到十心满心，然后进入初处二处啊，必定杀前起后，那杀十心正初处，杀十处正初行，杀十行正除回向，杀十回向正除替，杀十替正等高，杀等高究竟都不高，这就无所杀，没好杀了，究竟成就了，就上到最高的流当中。所以后果必定要有两个杀心，杀也无量，也是无量无边的心，一直继续杀下去啊，一经成就都要放弃，都要杀他。拿世间法来讲，清净者话，从前那个西元和尚，建设一个丛林，建设好了，又下开了，进门，又挖过一个地方，又重新建筑另一个丛林。修行也很重要，啊，老朴素重要，一年生到二年生，三年生四年生，一直到六年生毕业，那必定要把前面的，啊，五年四年下开。那么你就会永久留去磨合表面破理重要，所以修行也是要按的啊，一步一步杀杀后起前，把后面时就会杀掉，往前起进啊，往前起进，这就是所谓杀。从初发心好布施，一出到究竟成佛，步步都要杀，所以杀不就是无量，杀无量心，也就是所谓西德啊，即无良心，心中都以平等心的宽泰一切众生，此必须上啊，就是即无良心，一成即等心。那你要求神不过要修养心中，此必须上啊，教了心的思去修，将来当然就成佛。从三十天初菩
题发生，同时还要修那个三十七脱贫，三十七脱贫也叫做三十七出脱贫。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，你三十七脱贫是同于三圣、三文殊和菩萨，统统都要修好。太上菩萨一样要修三十七脱贫，只是以菩提心来修好。你还能帮助你修行成就，所以不是出脱贫，菩提就因为脱，所以称为三十七出脱贫，完了三十七出菩提法，啊，心又不是高。你看三十七法呢，叫初障，修行感悟，成就菩提脱根功德，所以称为三十七脱贫。不过从两位神迹了，这是从三十七出菩提法生，三十七出脱贫。就是平常讲七可脱贫，三四二五杂七单八啊，三个四就是四念处、四正存、四依就三个四，二五两个五，五金五力两个五，杂七一杂七就是七个级，然后呢七菩提分。阿弥陀经的七菩提分，单八八单一根八真陀，然后八身陀分，要三十七菩提分吧，七可陀品，一个面向后面呢，在中间方有，啊，后面他们方有，现在不必提做解释，你只是先剖题，剖出那个三十七陀品的面目来，它真正的意义，后面的他们方有。这不必两位提多解释，只要你提到这个三四二五杂七单八一个名相啊，详细比如讲观身不净、观受思苦、观行无常、观法无我，也所谓心安处，也就脱离后面的参门上都有说到，这有很多文章的解释。佛果啊，佛果法身，就要从这个无量功德智慧身，从六波罗蜜神器，从慈悲心上神器。还要从这个三十七处菩提法，这样能够生长这个无上佛果，这样能够真正往生。那当然，其他所修的法门无量无边的清多清多，不能一一详细列出。从依师等种种功德智慧生以来生，从以上所讲，依师自法师，自上面的功德智慧，有波罗蜜、慈悲以上、三十七透明。等下等于其他磨练出来的啊，比如讲嘛，八万四千法门啊，那么一切的智观修行啊、师兄等等，统统包含在内，舍利利他功德统统包含在内，所以用讲等是啊，总包含一切。有了种种功德，因为要成佛果的功德，没一种两种，很多，所以称为种种。有了种种的功德、福德。啊，以及智慧生长以来的法身，覆盖法身就从两位神迹了。啊，功德老福德，黑白分开了，福德还福德，功德还功德，福德是有了方面的功福德讲，那么修有了的福德，啊，那就是为了福德；修无了的功德，出世间的圣道无了的功德，那是称为功德。啊，因为也是说给无聊法，那哈巴是把功德看为无聊功德，福德看为有聊的，啊，要无聊有聊分辨，聊就是烦恼，啊，要按那些分辨功德与福德，它俩归方呢，功德底边包含福德，总合讲，功德底边包含有聊福德，无聊功德同样也包含在内，所以称为功德智慧生长以来的法身。那这就列出讲话，你要求成佛果，要具体上面也要条件，将来就能够成佛。有的是人家当发菩提心，讲你将来得到上面佛的法身，提出两种功德的法身，此生上面所讲的法身，当发菩提心。那你应当就要发起菩提心，发求成佛果的心。发两种菩提心嘛，将来你以两个法器修行，将来就成佛，否则不可能成就。还要求一切种子，上落磨枪，三佛要果，千佛国土，
神求众神，以神命采无上灵性，还要做到两个种种的功德。发菩提心还要求一切种子，一切种子就是覆盖智慧。两要三知的佛智为最高，成为一切种子。要三知的就是三文言各个一切智，菩萨提辟多种智，佛也提辟一切智，也提辟多种智，一切智慧都恰当其中，所以因此覆盖智慧而成一切种智。一个三智并列，一切智指三文言各个智慧，多种智显现了脱相智，那是菩萨的智慧。一切种子就是覆盖智慧，一个当下一切智，有时是完全智覆盖智慧而那一切智。天上两位讲一切种子就是指覆盖智慧，你要求一切种子就是求神覆盖智慧，求无上菩提，神就覆盖智慧。那如果你神佛了，西得其就涅槃讲西得太白涅槃经呢，涅槃经讲佛果有提出四种功德，四德就是上德、落德、我德、强德，上落我强，就是把众神的颠倒反过了。众神以无上为上是颠倒，以苦为乐是颠倒，无我见我是颠倒，不强见强是颠倒。了不是凡夫西道，你生人呢、真到偏执涅槃，尤其是辛苦的颠倒啊！你比方一切法一天是无常，所受一天是苦啊，一天是无我，一天是不强，这也是颠倒，搞到你生的西道啊，受生你的西道。不过抛除双面用中的颠倒，所以你真的究竟的清净法身啊，万古不变，永久一世。所以佛国的法身呐、成为上，所谓上者，法身本来无始无终啊，所以永久一世，万古上心。所以法身为之上处，而是上处法身，所以成为上代。成就佛国烦恼团体呢，不会拖压，当然就无苦。究竟安乐，所以是为乐，无有比佛果再安乐的啦。所以佛果为自己安乐，那就是乐的。我是啊，唔系凡夫妄执我，也唔系外头下见我，也只是说明寻求佛果的究竟姿态，我者姿态呢？我究竟是财，所以神修佛果有八痴财，八种痴财的道理。涅槃经中有详细讲，我讲八痴财我，神修佛果出代究竟是财，所以称为八痴财我。一个我是啊，表示神修佛果究竟是财的意义，没像那里反复执着的我，所以是我的就是痴财的功德。听。神求佛果烦恼团体莫有不清净的啦，佛果为究竟清净，所以为之究竟清净法身。佛果最为清净了，所以为之清的莫业障莫烦恼，七大清净，所以五处究竟二时圆满，这就是佛果究竟清净的意义。神求法身真的佛果，那就是祈求上到无相思的，应当求真也的事的，所以不是上当无相。十婆约果，十婆约印度法，凡神中国法，很多一切智，一切智。其实这个十婆约果就是前面的一切种子究竟成就了，成为十婆约果。十婆约秋一也有翻作十圆约，它是后来都翻作十婆约。一个十婆约啊，个约是不能做了，个把这个这是痛饮的。可是以后拿了都是十婆戒，吃到一无所求，咬吃咬吃，
所以因此之故呢，只好将原本的中国式的土壤都是培养。一个是培养啊，培养可能就是播八节，八节，八节土贵银就读作波热，波热啊。他爱黑发木啊，那个银木土啊，就读作八节，八节，也是黑发的土壤。如果按照这个印度原因，应当是把它读作波热，波热。啊，所以有的反正啊，一个薄药，薄药，水果的薄，薄药，薄热，一个薄药可能也就是薄热，啊，薄热就是智慧啊，就是指三薄热，这个叫三世呢，可能就是一切的意思，三薄热就是一切智，一切智果，三薄热果就是一切智果，那土地的云土五脏就首先就一个。中文的话三婆要过啊，这点意思就可以做得了。有没有吐了顺桥之后啊，你吐了就是求政府的一切字啊，那等于老前面的一切通知是实际上是重要的啊，这是一个问题上啊，批判上面的上老母枪加一个三婆要过吧，枪不过都神秋众生，神秋不过都有挺枪的不过都有究竟请枪的不管，张人叫神秋众神，张人叫突发众神，这都究竟神秋。那有人就问孟非讲，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一个五座二十神佛，一个国土按五千枪，哪里经济高高大大啊？按五千枪，摩上释迦牟尼佛在讲在摩耶蛮吗？并没。现在哪里太大看到的按那个五座二十个？啊，这世界呀、啊，那是俺的众神看到的，是俺的众神的境界，不是佛的境界。佛的境界，第二个世界就是天上的。所以灵岩经讲，释迦牟尼佛当时在灵岩会上讲：“我以安置慧音法讲，你枪即行，成罗旋气。”释迦牟尼佛讲：“哎呀，把那个脚趾一按的太极，就变成天上庄严。”所以。在那个微末会上，佛就以脚趾把那个太极一按，就变成清净庄严，到极乐世界中央。我以安置慧音法讲，你将一心成罗旋气，那里有六套凡夫，一通行都是参念，都是妄想，所以都是成罗烦恼的心。因此之故，现在看到的阿里境界不像的世界，是阿里众生的境界，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境界。释迦牟尼佛的毗卢遮那佛的那个法藏的强度啊，通常老希望极乐世界恩情像庄严。有其他的太上高殿中也有讲，释迦牟尼佛呢，他塔房世界那么有情像佛度，老极乐世界无二无别，也是重要。实际上，就以佛的眼光可以了。极乐世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疆土，另外讲，我以前曾讲过，华严经上明明讲，有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就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，所以华严经讲，不由见佛无量寿，观世才等所为念，讲有人看到释迦牟尼佛了，就是极乐世界的无量寿佛。这个身边呢、啊，就是观世菩菩萨、太师智菩萨、主太菩萨之所为念。那佛佛陀同啊，无二无别，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，不二不别。极乐世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相土，不妨暗来观察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的国土啊，在极佛的境界上，一样究竟清净。那阿弥陀佛国无二无别，那阿弥佛国。母女无偏啊，都是穷养很庄严。那没有幸福贵，也是穷养母女无偏，很倾向庄严。现在哪里分到个哪里经济该不强世界，那是哪里众神所见，那没富贵，没富贵经济啊，只是哪里众神心不强，所以也该国土无倾向。因此为毛经讲，随其心强者不土强啊，有强不土当强其心，随其心强者不土强。爱枪不吐显枪，心把心中的烦恼气的滚出咱们前枪。那爱的太大就是
心唔清净，所以骨土唔清净。加点个心中的烦恼嫉妒呢，当下杀火就是相土。所以神丘佛果必定有个清净的不骨土，香不骨土，有香不骨土啊，将来就神丘众生，将来就突破众生，自己啊中善经啊善经神说，以这得到究竟解脱啊，中受脱三界解脱，统统圆满成就，将来就彻底普化众生。所以讲，千佛国土成就众生。那要千佛国土成就众生之前，要努力进修六度万行。所以对自己的身体、生命、财物，绝对不会有所吝惜，所以生命财无所吝惜。佛在行菩萨托个时间就不施土，甚至自己的身体生命都要拿出来布施啊，何况是外面的财物呢？所以对于自己的身体生命财物，不会有所减吝，不会有所爱惜，吝减吝啊，减吝性不很布施啊，像那个帕玉摩依利天他不一样，该种的性格就是减吝多自戒。心就是爱心，想你讲多话讲想啊，爱心想自家的东西，爱心自家的东西，见念爱心自家的东西，不恨不思，一毛不拍，该种心理，该就是念心。现在好佛行菩萨托要求布施，生命财双全要布施啊，生命双全要下地的布施，何况我其他的身外之物呢？当然有无所念心啊，发心。修布施土，从布施土修起，乃至六度万行一切事都要依法进行。你看，就是所谓提起发菩提心，引导师父所讲的道理按着做。关于发菩提心的意义啊，所两篇经简要，无详细讲啊。看你话的符合的凡夫，一般那个菩提心真正能够发得起来，佛所说的经真多啊，太上经啊都有讲发菩提心。差不多在圣经典都有发菩提心品，专门讲发菩提心的道理。古人呢也有专注造这个发菩提心的经的论点，非常本事。比如说印度天行菩萨就有发菩提心论，细说这个发菩提心的意义啊。在我们中国的过去的啊高僧太德也有发菩提心论的著述，比如说唐朝的慧晓宰相，他对佛学非常有研究，也亲友修行，参禅开悟，前传的桂鹏太师，他著有发菩提心论，天发菩提心论，这就是根据发菩提心论，并出生菩提心经等，著作这个发菩提心论，啊，也称为天发菩提心论。一次都听到秦朝年间，啊。一个圣安开始著述的天发菩提心文，文是容易明白，不会进程，又非常的恳切，最能感动人啊！就是以十种因缘牵头众生发菩提心，过去曾经讲，闻你讲过。那么只要把圣安开始的发菩提心文多看几遍，朴素实时作观，研究明白，菩提心嘛就发得起了。比如说第一供养伯父恩，第二养父母恩，第三养师长恩，第四出家人养施主恩，第五养众生恩，乃至尊重纪律啊，忏悔业障，求生净土，临终法的救助，你看都能启发众生发菩提心的最好的资料。所以我单看你一趟问菩提心还发不起来，那你就应当啊把古人的现成的菩提心们都看啊，最大限度把圣安太师的天发菩提心们朴素开胸啊，那你的菩提心就发得起了。如果有个时间啊，不妨把慧晓的天发菩提心们，把天行菩萨的天发菩提心论，乃至经中所有的发菩提心品，一一都详细观察，都加以研究，那你的菩提心嘛，就决定发得起了，决定有求生不止心，也就是提起发菩提心，先发菩提心，
然后主唱会张能就是这个唱会的功德圆满成就，春江唱能就出带手们还没讲听言行品德，有好多菩萨的喊托呀，我们要把求唱会的以前对众生有神奇言行品德的心，所以讲听言行品德赞，这个言是啊看出来必用错了必要做言行品德，那个言属于言啊重点，一个是讲言田有你言你啊，第有人言莫言你，也一点就是但该会通气上通言乖言的言，不啊没有你呢、啊、当时也还没注意哦啊，得罪到你跟你没乖言来啊，这就是言言的情况啊心理作用啊它强是有火的哦，比如说啊，来拜访做某个东西，某同个做到，他叫做忍，乖忍，哎，来按摩信用，啊，拜访做就某同个做，虽然会乖忍啦，佮心理作用唔会轻严重，讲得几句话呀就过去了，就收拾了。严就严重，严肃，哦，严肃就严重了，一身严肃啊，该就像啊，两部参门的作者，我他个是，佮前身。人昂开始求出啊，人昂开始求出该种的念结成的人数就养成了，所以求出生生世世都请智慧或者波幅人昂啊，这个昂是啊不归人嘛，昂就是我们学那个昂的啦，装东西个昂诶，再下些堵下开个昂诶，就下来个事，昂诶就这样事。古人安样啊？某种天台面按银子咯，我一算四百个，我记六百三个。古人去随便，往往随便按，所以啊，提起普通的名字都有。那么言氏之故呢，从人昂开始求出，该种的人样养充了，太养充了，因为啊，无人无故都人人开始。有让你懂事太痛苦了，有的啊有个言生生世世没办法和结束，所以众人经过世世一天能长一年你还是要保护，还是要用隐面床来保护，那就是言。那言字只顾这个言要太重了，不容易结心，不容易结人世间啊，这个五太国师啊曾有所感，所以天人你要求参会之前呢、啊、发起众心的体悟中就要显发言情品等心，不好讲吧，老人家都言术啊就娘娘爱报复，但你说这个报言术的心是不拿来解脱众人参会啊，所以不会请假，所以体悟而发言情品等心，言家禽畜平等心宽派，禽就是禽畜了，自个的至亲，比如说父母兄弟姊妹子女啊，那是最亲的禽畜，六禽兼畜，世间人往往是对自个的禽畜亲爱顾了亲照顾了哦，自个的子女还有一些的双头啊心情脱模啊哈哈说说的，如果别人的子女啊，永远是跌倒性严重啊，不过是临时激发的呢，可是假使不会痛啊，因为跟老奶奶没关系，没那个子女啊，这就众生是有按那个分别。现在讲啊，有好菩萨言行品的，同样啊，把那个严肃人看到老奶奶情处同样，同样按爱护也好不容易啊，也非常不容易，他要学习。慢慢学，要学习把这个严肃性要拿来慢慢给探发，给探得来啊，那个一直到最后是以言行品那个形成的起来，啊呢，修好佛法，当然就得到支持的利益，所以天五要发言行品的啊那个心。那么按照文章里就发的起呢，下面就是说明发言行品的行的意义。要把那个言行品等心，下面就说明讲，
以一切众生细思比心，无比我相，对于一切众生都要发起平等的慈悲心，要是一切众生都穷养离苦得乐，这就是慈悲心。无比我相，比骗人，我是慈，就是爱。哦，有爱的众生都是有分别心吗？你是你，爱是爱啊。哦，那我那就分担做一下吧，爱个就爱个，伢个就伢个。哦，伢个吧，我绝对不可以同动伢个，你要没同动伢个东西。啊，平时还有啊，你按那个比我之相啊，有人我相，分别心就太了。现在有好多人情品的人去发慈悲心，学习无人我相，就是金刚经讲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而先学习这个无人我相，如果是无人我相，就能叫人情品的。现在我的人家情处不能平等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有人我。哦，人属人就是人属人，情处就会情处，爱该就会爱该。啊，人属人爱很细致，爱必定要保护。啊，爱个情处爱要爱护的，必定爱要保护。那么亚种的信仰就是人我心，比我相。那么如果有七大的慈悲心，无比我相，阿弥就能叫啊，不至于。有人家情处不能平等。是中华国际失实协会。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，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，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，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，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。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，布施者亦得福，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。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，不仅布施六道众生，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，生生世世福寿长，善根具足。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，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，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。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共30万3025场。布施蚂蚁小鱼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，海内外共
12,311次。两只兔妈妈。一道山岭的支脉盘踞在草原的边缘，山上有树，坡的低层是乱蓬蓬的灌木丛，这里树木茂密，又有许多攀援植物，将这里左盘右绕包裹得像一个迷宫。母兔们最喜欢在这样的环境繁殖后代。真是个不错的地方，这里很容易摆脱猎犬的追赶。你也准备在这里挖洞生宝宝吗？是啊，这里有灌木丛的掩护，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摆脱猎犬，而且狐狸也很难进入这里伤害我们的孩子，所以这里很安全的。我打算定居这个地方的。的确是这样，不过这里最大的危险就是住在高山上的那只雄鹰。和人类猎犬比起来，雄鹰带给我们的危险已经微乎其微了，我就在这里安家生宝宝好了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是邻居了，以后就可以相互照应了。是啊，我得先去挖洞了，等把洞挖好，你来我家做客的。好的，没问题的。这两只兔子就在那片灌木丛周围住下了，他们每天都会一起外出觅食，彼此相互照应。怎么样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这里的草很新鲜吧？嗯，这里的草味道的确不错，只是距离我们家有点远，我们肚子里还有宝宝，万一出现狐狸或猎狗的话，那可就危险了。没关系的，我们俩相互照应着，他们一旦出现，我们就赶快跑回去，就不会发生危险了。好肥的两只兔子呀，看来今天可以饱餐一顿了。怎么了？有危险吗？我好像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向我们靠近。嗯，可恶，被他们发现了。不好，有狐狸，快逃啊！哎呀，你们两个家伙跑不掉的。哎呀，嘿嘿，我的美食，我看你还能往哪里跑，一下子我就可以好好饱餐一顿了。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糟糕，我的同伴有危险，我要回去救他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逃跑的兔子还敢折回来？快跑！今天真是倒霉，竟然会被一只兔子撞倒。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要是没有你，今天我可就被那只狐狸吃掉了。客气什么嘛，我们都住在这里，相互照应是应该的。刚才你怎么会突然摔倒呢？可能是跑得太剧烈了，我突然感觉到肚子好痛啊。你不会是快要生了吧？哎呀，是啊，我想我也快生了。不行，我要回家了。我陪你回去吧，你生小宝宝前就不要乱跑了，要是遇到那只狐狸可就危险了。这些日子就由我来照顾你好了。那真是太感谢你了。我说过嘛，我们是邻居，不必这么客气啦。兔子，这里竟然还有兔子，这可真是个好消息，看来我不需要飞太远去捕食了。几天后，这两只兔子各自生下了一窝小兔子。刚刚生产完的这两只母兔每天都会结伴出去进食。宝贝们，快点长大吧，长大后妈妈带你们出去玩。嘿，你又在陪宝宝们说话啊？是啊，你看我的这几个宝贝多乖，
吃饱了就睡觉，这样才能快快长大。看样子你的奶水很充足啊。哎，我的奶水太少了，我的小宝贝整天张着嘴要吃呢。那你应该多吃点食物，这样才会有充足的奶水喂养你的孩子。是啊，所以我才叫你一起出去找东西吃。走，我们去吃山坡那里的草吧，那里的草又鲜又嫩，并且味道还很好呢。哇，这里的草果然又鲜又嫩，真的很好吃啊。那你就多吃点，吃饱了肚子才有奶水喂宝宝嘛。哈哈，太棒了，今天的午饭有着落了。不好，有危险，快跑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快跑，天上有老鹰。哎呀，不好。嘿嘿，你们往哪里跑？你们还能快过我的翅膀吗？面对雄鹰的袭击，兔子唯一的办法就是逃跑。可是落在后面的那只兔子哪里能跑得掉呢？雄鹰像风一样冲了下来，顺势用翅膀一扇，不偏不倚打中那只兔子的脊背上。哎呀，好痛啊。哈哈，你跑不了的。快过来。啊！哎呀！可恶的兔子，竟然敢撞我！快跟我走！你不要管我，你快走，我受伤了，跑不快。这次你可跑不了了。啊！帮我照顾好我的孩子。我朋友的孩子应该也饿着呢。他们妈妈的奶不足，现在应该更渴望吃饱的。可怜的孩子，使劲吃吧，多吃点，快快长大。这只母兔喂完这几只小兔子后，才回到自己的洞穴喂食自己的孩子。可是它的奶水已经不足以将自己的孩子喂饱。宝贝，没有吃饱是不是啊？真对不起，今天让你们饿肚子了。你们不要着急，再等一会儿就有奶水了，不要着急。就这样，这只幸存的兔子除了用奶水喂饱自己的孩子外，还要担负另外那两只小兔子的喂养工作。那段时间它几乎心力交瘁，好在这些小兔子很快便长大了。妈妈，妈妈，你今天不是说要带我们去山坡吃又鲜又嫩的草吗？是啊，妈妈。她是我的妈妈，不是你们的，你们去找你们的妈妈去。你不准这样说，我是你们的妈妈，也是他们的妈妈。可是妈妈，那他们为什么不和我们住在一起？而且长得和我们也不太一样啊。是啊，我们为什么和妈妈长得不太一样啊？孩子们，你们生下来的时间晚一些，所以长得有点不同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们都是我的孩子，你们都是兄弟姐妹，以后一定要做到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听到没有？妈妈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今天我就带你们去山坡那里吃草，不过你们可要小心啊，那里有鹰和狐狸出没，你们得要相互照应才行。妈妈，那我们现在赶快去吧。是啊，妈妈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山坡上，母兔带着一群小兔子正在那里吃着草。这时候，一只狐狸正趴在草丛里，瞪着一双贼溜溜的眼睛，远远地盯着他们。嘿嘿，美味的食物终于出现了。咦，什么声音？孩子们，快回家，有危险。哎，可恶，竟然被他们发现了。哎呀，救命，救命啊！不好。哎呀，快跑！谢谢你，要
妈妈不是说过吗？我们是兄弟姐妹，应该